知道到底要怎么动才是正确的。对，其实今天那个通告跟我蕊说要间歇性运动，我说你们确定吗？因为间歇性运动呢，它是瘦非常快的，但是它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先做5到10分钟的热身，因为像刚刚佑南姐那个那么强的动作，你不可能不暖身，对，一定要，对你一定要先就让你的身体热起来，然后呢，每个单独动作，比如说你这个动作是深蹲，你因为。塔巴塔它是在它会有秒数，20秒当中我们要一直做一直做是不休息的，所以你不能够完全没有做过这个动作，你就马上开始做，因为怕你会做错哦。然后它会数秒嘛，比如说这个动作，比如说它会5、4、3、2、1换动作。所谓间歇性运动，就是要在二十分钟左右是最有效果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做4到5个循环，那每个循环当中呢，我们只能休息1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呢，重点是这第三个，至少要做2到4个循环才能有效的燃脂。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个动作是4分钟，那4分钟呢，我们至少要做2个循环，我们的那个心肺功能就是它才会让你有效的燃脂，你不能说做一次然后就休息了。我只做5分钟，这样是没有效果的。这里的体格，我觉得只有可以完成的这个体格，只有孙华老师。对，但是看起来是刚退伍的。这一组只有你做的。哎，两位老师可以。我落枕，而且我有时间，真的。膝盖，我不仅积水，我还积尿啊。积水。我要讲一个它的好处是，好有成就感。一旦我们做完了这个20分钟的运动，10到20分钟，我们的燃脂不是这个做运动的当下，是一整天的。哦。因为它就是提升你的心肺功能，所以呢，你做完这20分钟的运动之后，你24小时都在燃烧脂肪，它不是做的当下而已。这是好处，你看，结束之后继续燃脂，可以吃24小时，哎，对，继续燃脂哦，继续燃脂。那明天还有录这个单元吗？龙哥，你可以剪下来放在手机，每天 repeat， 然后每天做，对，然后呢，重点是还有你的心肺要到100，我们正常人心跳是60到90嘛，你要到100以上，要超过100。这样子你才会暴汗，160，真的。那血压呢？我高血压的人不适合做这个运动。对啊，我血压都保持在150。那你们刚刚讲到重点，间歇性运动不是每个人都适合。对，高血压，高血压真的不适合。还有水瓶座也不适合。还是水瓶，我是水瓶也好了。有没有姓陈的也不适合。不是，因为我也姓陈，我跟曾婉老师一样，我们也姓陈。真的啦，就是好电视机前的观众。那个选择性，因为真的有一 点我们可以分开来，每个人做一组吗？哎，这好，我们就反一下，我们量力而为了，好不好？你退学费，全部退学，不要来参加，还是要有一点收获再回去。做一组就好了。对。那我要跟电视机前观众讲，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或是有心脏病，你要问过医生，这是真的。就是他有一些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也不适合做。然后最后一个，运动结束以后呢，我们还是要伸展跟拉筋，这好重要。对，那我们可以直接伸展拉筋吗？不行，头也拉，1到1跟5拉，对，有头有尾，是。对，然后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就大家一定要有毅力，就是你就想说意志力哦，对，意志力，我一定要坚持。那可以开始了吗？你再讲下去，大家可能都跑了。好想绕跑。耶！哦耶！好啦，各位同学，准备好了吗？好紧张，好紧张，我们先暖身，我们先暖身。好来，对，前面的暖身很重要，我们先甩甩手。哦，对，然后脚踝可以转一转，从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开始，然后暖身，对，从末梢开始，那可以照着自己的速度。那其实跑步也可以是暖身，如果你喜欢跑步，对，像佑南姐这样，对，就是让你自己身体，佑南姐现在很厉害，对，然后像这个，真的，这个换重心很好，因为这个会练到我们的脚掌，有没有脚掌脚尖？对，然后暖身的时候就是轻松。对，然后让你的身体热起来。间歇性运动前的暖身动作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做好做满，才不会受伤哦。各位同学，那我们要开始喽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呢是深蹲，我们先双脚并拢。好，预备，要走喽，预备，开始，开始，走。对，持续做哦。波比哈，好啊，目前15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休息5分，休息10秒，好，换，慢慢到地垫上，慢慢到。第二个动作，准备，放式，预备，三，放式，二，
一开始。好，撑起来。再回到棒式，这速度很快哦。对，这个不能慢哦。目前已经撑过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好，起来，慢慢起来，慢慢起来。下一个动作，请准备后踢腿，来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开始，跑起来，手背在后面，手要在后面。大家好厉害哦，好认真。目前已经十秒了，加油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休息。好，来，我们慢回到地垫上。下一个动作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来踩脚踏车。哦，腹部用力，厉害耶！对，目前是这个动作可能会比较艰辛一点，头要离地，但是用男的好，我们都做得很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休息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请准备。慢慢起来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不能间断了，赶快。加油！深蹲。Oh my god！ 持续。加油！脚张开的深蹲，侧边。老师一开始就说过，十秒喽，要连续。再撑一下下，马上到了。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好，等一下，十秒钟，往前下一个动作，休息还是要抬一下，一路抬下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，拍，拍，拍不到没关系，加油哦。这个那个歌仔戏、国剧都有哦。哎，的动作。丢，这是第六个动作。五，很快还有两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。好，原地下来，你要动一下哦，往后拉的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喽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，往后。哦，这小学我们都会。对，对，我们都有做过。伸展操，很强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下一个动作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回到地上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是二加油哦，二螺丝转。光明在外，快点。二一，好，撑起来，然后脚离地，然后手这样子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是最后一个动作，最后一个动作，也就是最后，加油，十秒钟，请加油，离地，最后五四三二一，恭喜达成第一个阶段，大家慢慢站起来，慢慢站起来。慢慢站起来，原地踏步一下，有没有喘？有。哎 ，No No， 你现在背对着镜头。No 哥已经失去了方向。哇，肚子好酸哦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们有流汗吗？我刚刚为什么要就自己会发出来自地狱的声音？哎，可是一路，我觉得你这样做不错，很标准呢。对，这样很好哎。像这样，我们这中间。如果正确的话，其实休息一分钟，然后再开始再下一组的动作，对，再下一组，然后就会吐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说刚刚这样一整组是三分多钟嘛？四分钟，四分钟。然后呢，一天要做八次。一天他是说至少要两到四个循环，然后两到四个循环是。比如说，我们至少要做两个循环，然后最多做四对，所以塔巴塔最有效率是二十分钟，二十分钟就是四个循环，那四组这样。对，然后一天你可以做两遍，比如说你可能白天做一遍，晚上做一遍，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，你做一趟二十分钟 ，OK， 对，也很厉害，你就会燃烧一整天的脂肪。我们大家缓和一下，我们要拉筋一下，要拉筋，很重要，好，我们最后要拉筋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慢慢把脚打开来。好，我们往上吸气，手往上。好，然后吐气，然后往下蹲，然后再吸气往上。那老师，松华老师来鼓励一下，选出一位，然后右边延伸，你觉得最值得鼓励？停留四秒。那换一下造型。二、三、四，回，然后换左边。我目前看起来，我都觉得那个。常常每次都被我念的那个乙路，我觉得今天表现很好。真的假的？再一次。所以你今天要愿意帮他换个造型。我愿意，我觉得他一下，对，他非常需要鼓励。左边，对，谢谢老师。